秒出手，分数时差，这一球进了，打进的是一个 buzzer beat， 压哨进球，未知绝杀，五强鼎立，球场争霸，浴血奋战，引爆你的篮球魂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顾 SBL 上周的赛事焦点。台啤威力势不可挡，在1月16号的比赛中，以67-59击退少了洋将乔丹女婿 Christmas 的玉龙，持续将开季连胜纪录推高到历史上最多的16场，缔造前所未见的绿色障碍。湖人老吴吴家俊在1月17号比赛中的最后3.9秒飙进底线的一颗三分弹，尽管九太爷吴小景在第4节的一波4分打，最后湖人还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击退强敌九太，开季第4胜以戏剧化的方式到手。在1月17号的另外一场比赛中，玉龙和台银借以纯本土来应战。玉龙阵中老大哥吕振如攻下个人本季新高23分，率领玉龙队以80-73胜出，终止近期队中低迷的2连败。回顾完精彩的赛事焦点之后，接着就要来看看上个礼拜的五大好球。线中，哇哦，这个球被林金邦给盖了下来，再传球到前面，周顿撞上去，要到，哇，这个球 M1， 这个球竞赛 M1， 能跑的话都有机会，越靠近篮筐啊，当然越容易得分。哎呦，厉害了，左转右转，李汉生还是杀出一条血路，靠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哈，不愧是今年的选秀状元。倒一下，但是中距离，哇！小安的这个把握性实在太足了。动作之外，还要注意到观众。是，这个球又被陈日瑞给叼走喽，双来一个暴扣喽。哇，动太快了！吴家俊三分。这球进了，这个球进了，哇，老吴，这球进了，